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，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。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。 Hello 大家好，华语乐坛从有些实力歌手被称之为国家队歌手，他们一开口别的歌手不用唱了，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。曾在歌手总决赛腾格尔与吴碧霞合唱了《九儿》，吴碧霞的华丽女高音歌声直穿天灵盖，话筒都拉到肚脐眼儿了还有声音，网友惊叹国家队出征果然牛逼。韩红是唯一一个从严肃学院派出身，却可以在流行音乐领域吊打绝大多数职业歌手的国家一级歌唱演员。她与田馥甄合唱的《魔鬼中的天使》简直太绝了，一个实力唱将，一个温柔的小女人搭配的完美，一听就停不下来了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让我心碎的方式，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，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，尽管叫我疯子。很多人可能只知道龚琳娜的忐忑，不过听了她演绎的小河淌水才叫震撼。这首民歌虽然曲调轻柔空灵飘渺，但是现场效果简直毁天灭地，张韶涵、胡彦斌、孙楠都听得目瞪口呆。跟龚琳娜一样，都在情歌赛拿过前三，都属于国家级歌唱家。左手指月让她爆红，这首歌演唱难度颇高，但是萨顶顶的演绎被誉为闪击现场，曾在国外演唱，老外都听懵了。
再见青春这首歌承载了太多青春往事，汪峰在这首歌即表达了爱情的甜美，也掺杂着奋斗的苦涩，但大魔王谭晶的表演张力十足，雄浑高亢的嗓音格外动情。再见青春，听完你最喜欢哪首歌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心如黑暗的落寞，不甘是谁的过错，信仰年少的梦想，挫折不过梦一场，烧不尽的